是笨笨，笨笨的名字就叫笨笨腿长硬笔翁。难道我们要上素材了吗？笨笨腿长硬笔吧，我是他的真爱粉。哎，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碰到粉丝了。本来想着随便匹配一把，去图书馆开个金条，顺便水啊做一期视频的，结果就变这样了。我操，就是笨笨，我操，我上素材了。在没打出一波天秀的灭队操作前，肯定不能承认自己是笨笨呀。就是你，就是你。虽然粉丝已经激动到一发不可收拾，老规矩啊，匹配到我的都有福利啊。哇！因为这把我要给他们赚个大。亚斯莫拉。啥？四级甲的小喽啰？我他喵六级甲被四级甲，这感觉又是笨笨又不是笨笨的，我操！对啊，啊这丢脸就大了。肯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，才导致我被四级甲秒了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挽回颜面。哦，又来一段，装备体拿垮不用慌，哈，该我上场表演了。起转，不愧是我的粉丝啊，我是你偶像，这么牛。耶，啥情况？笨笨，我是你偶像，我是你偶像。笨笨，我是你偶像，这种粉丝。来人来人，拖出去，给我执行他。那啥，糖尿病人请让开，别给他尝到一点甜头。哦，看样子辐射区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。本想着吧，去地铁里碰碰运气，结果全是一堆破铜烂铁。是吧，我带你们走后门。来来来来，赶紧上来，我们重开。下班我带你们闯辐射区去开金条。我们来找你玩了。哦，我怎么进去打不了？他秒还没死呢，他死了你敢信？这一定是人品问题吧。对了，东西帮他带上，下把开到金条一起给他。笨笨，一点一点，把我点上帅一点了，记得把我点上帅一点，好不好？笨笨，把我点上帅一点，把我们姐的英俊潇洒一点。行行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那帅吧。